气以后这样的不调和啦，在这样的夏天的时刻啦，还是这样的下了雪，真正是不知道要如何收起。我们要好好的为了普天之下如何呢，人与人之间呢，要彼此互相的互动，才能真正的呢做到了天下无灾无难，这都是我们呢要做的。看到了点点滴滴的推动，把爱的能量呢，我们身体力行啊做出去，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推广呢。Karena kami juga ingin supaya anak-anak bisa ikut serta dalamberdana ya, dalam program celengan bambu ini, karena saya tahu celengan bambu ini sangat baik. Tekadku kuat buat nabung. Kenapa? Soalnya menabung itu menyenengin, terus ngebantuin orang. 看到了印尼的竹筒岁月呢开始真正的累积起来，有成了，印尼的民间银行啊开始呢以慈济合作提倡人人啊存铜板啊，那来做好事，就是你存多少，银行呢也是相对的，也拨出了提拨了 0.5 也捐出来，能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让我们这个慈善的爱心活动呢能够扩及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这都是呢爱的能量啊，彼此激励啊，互相的勉励、这样的活动啊真的也很令人感动啊。那鼓励民间人人来做好事，同时呢银行呢也愿意这样的鼓励你，存偌济入去的钱款，我都拨偌济出去呢，我那做好事，那真正是真无简单。咱大花莲呐，20多年前呐、中国信托银行也是这样的，一直到现在哦，它发行这样的莲花卡，只要你用莲花卡消费啦，那买1000块的物件，他就提拨2块给慈济哦。这样的累积哦，20年后哈、竟然呐、有4亿多哈、这是累积20年。他说，还要把慈济的产品哦，变成了呢是一种礼物回馈哈、那让更多人能理解呢慈济。在国际间做了多少事情，也让他们知道在这样的存款或者是消费呢，都是呢点滴都在行好事，这都是他们的在用心啊。刚刚看到了印尼的银行呢，他就知道慈济，知道台湾银行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他们呢也愿意这样做啊。果然呐、看到啦，签约啦，总是呢这很正式的哈、也很感动啦，感人的事情啊也真多哈、竹筒岁月的确很重要啊。也看到了同门村的哈、那这一位老人家了，他曾经呢是慈济帮助过的啊，当尊呢是因为嫁来的人家慈济人哦，志工的这样的疼惜陪伴照顾啦，虽然孩子是救不起来，可是呢慈济人这样的爱护着他，所以呢他就学会了如何来积小钱做好事，就这样开始推开了。这
同村里的人啊，都开始呢来学习。哇，看到因吼，这么多人那样在那算那个铜板啊，真的是很感动啊，小钱做大事吼，那人人很欢喜啊。那还有呢，春英他也是啊，他说他从鬼门关被拉回来的哈，他曾经呢就是今朝有酒也是今朝醉的哦，那样的颠倒人生啊。去年的3月5号就生了一场大病的膜包心肝炎，当下因为我本来是已经不能救活的人，所以在加护病房中我昏迷了8天，那总共有3位医生把我急救，奇迹的哈、哦。把我救起来，所以我的命，说真的，我今天能够做这个环保跟做工做募款动作后，我是出自己心，我不会，我不受任何人影响，我是用自己的心，我要做回馈。鬼门关走一遭啦，确实可以把它拉回来啊！这种重生的生命，它要化回呢。真正的为人间有价值的，所以他开始呢投入了哦，也为他们的村民呐、啊、也在付出，同时呢改变了他过去的生活态度哦，那一转变过来呢，把遐个胶盘、酒盘哈，拢带入来做主祭哈，那样的改变自己。同时呢，改变别人呐、啊，这样的故事呢，也很令人感动啊。其实，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那老人家80多岁，他就知恩报恩付出啦。那曾经迷茫颠倒的人生。他的可以呢，扶正自己，改变自己，往正确的方向，这都是呢，需要我们诚正信实，用爱付出，这一份付出无所求，爱的种子撒播，不只是在台湾，其实呢，普天之下，年轻人呐、啊，也都同样会。彼此的哈，那互相勉励啊，看到了英国的慈青啊，他们呢也都是呢在推动哈环保日，一个环保日啊，几个国家的慈青，大家连线起来哦，在不同的国度里，那可以同一个时间，同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呢，在做环保，大手牵着小手啊，大孩子呢教的小孩子呢，都可以呢教导他如何呢来呵护地球。年纪大的呢，看到了也很感动啊。所以呢，做好事不是太大的道理，是人。每一个人呢，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只要呢，我们真心的为人世间来付出，认清楚自己生命的方向，该做的事，人在做，人在看，都会呢彼此感动的啦。我们的人间社会呢，真的需要呢，在。天地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天地中间就是人嘛，天地人啊，所以呢，天气如何啊，地理如何啊，最重要的呢，就是人啊，人与人之间，你怎么做？看看天地之间这么多的人祸，这么多的天灾啊。都是在中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态啦，所以
心，咱逐早起伫咧祈祷啊，上达诸佛菩萨诸天庭，一念的心，这个人人一念心，这个心声、心的声音共振起来呢，上达诸天庭啊，这都是起心动念的三寸之上。心机，所以啊，我们还是呢，人类的心念呢，要让它这个正向，很自然，那天地啊，就会灾难消弭哦，那社会祥和。